我叫夏尔扎提，来自新疆伊犁昭苏，今年28岁，爱好是骑马，骑马差不多，专业性的骑马差不多7到8年左右。这马是这个动物是在我们老家是不是生活上的重要，而是就是对他们来说马是最好的朋友。然后每个跟我一样比我小的年轻小伙子都是为马而冲出来的。我小时候我家里人我骑马他们反对不让我骑，我爸见过的他自己农民嘛，就是种地呀养马呀养牛啊这样过来的，不让我走是他的路。18岁那年到野马的时候就开始我在想法，就是马的这个发展是不是我们在老家骑的一样，就是在马的这一块产业上学的东西更多，然后我就想的是我以后就走这个路。是我们那边的马的品种就是一个品种，到了这边以后各种品种的马都能见得到。在老家骑马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一上马拿个鞭子一手抓上缰绳就搭上鞭子跑就行了，只不过掉不下来就 OK 了。在这边过来的时候标准和姿势，然后把这个学会了以后才能慢慢往前走了。现在就是开始马术这块也不说特别厉害，还行，还在学习当中。我结婚了，有老婆孩子，就咱们三个就在乌鲁木齐生活。女儿现在她也骑马，就跟我差不多，性格也是一样了。她走慢一点她就不喜欢，让她跑快一点她就说再跑快一点。是在家里和这边的环境是不一样，大城市和在我们这边的环境是真的不一样。然后这边孩子学到很多东西，以前我没有学到的东西，我只希望让孩子学到更好的东西，让他看到很多该自己学习的东西。因为在家没有这种的环境，就是让他学习马术，这边有这么好的条件有呢，为啥让他溜到这边？就是让他再往前走，希望让他更好一点。我希望让他在学习也带着走，骑马也带着走。